因为这款表最牛逼的地方在于，它甚至能利用皮肤来传导美妙的三位音。腕表刘兴利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刘兴利啊。百达翡丽在宣布鹦鹉螺停产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？我们不希望让一款这样的表成为我们唯一的爆款。但是因为鹦鹉螺太稀缺，或者说手里不差钱的人太多，不差钱差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大家的注意力呢，都集中在鹦鹉螺的辉煌业绩上，而真正理解百达翡丽的玩家的声音呢，被淹没了。简单说，对鹦鹉螺的狂热追捧，就是保管派纳税大户的过度解读。当然，蒂芙尼蓝鹦鹉螺是另外一回事啊。170枚蒂芙尼蓝的鹦鹉螺拍出了4000多万的天价，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了。但你想过吗？为什么是鹦鹉螺？疯狂追捧百达翡丽，你得知道百达翡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。拍卖表现只是一个维度，不然的话，咱们只能算是一个纳税大户了。下面说一款真正代表百达翡丽，或者说你们炒这个我没意见的款式，型号是5750。下面的这段你在所有的媒体上都能看到，估计大家对专利这种东西没兴趣啊，但我还是列在下面了。他们把这个先进的功能叫做 Fortissimo。除了4项专利，还颠覆了我们对钟表的一个顶级功能的，也就是三问的认知。这有点像爱迪生发明的灯泡。先科普一下啊 ，Fortissimo， 百达翡丽怕大家不知道，就用了一个缩写 FF， 更不知道了。其实这是个音乐术语 ，Fortissimo FF 表示很强。看来玩高级手表，读点音乐还是有帮助的啊。考虑到观众中也有刚入门的朋友，我做了一个进阶解读。什么是三问？机械表可以按照主人的意愿读取时间，并用冥想的方式报时，这就是三问。报小时、报刻、报刻或分。三问的发生原理是什么呢？机构读取时间，然后用音锤敲击音簧。三问至少有两个簧，双音组合才能报出3种时间信号。三问这功能最早是用在怀表上的。怀表不考虑防水，而且壳子很大，能发出清晰，如果不算洪亮的报时音啊。到了腕表时代，表壳缩小，要求密封性好，所以三问的性能出现明显的落差，甚至出现了买三问送扩音喇叭的现象。三问腕表的使用条件也非常苛刻，比如材质的选择和播放条件。下面是进阶内容，发烧友对三问的认知啊。一，三问表先是颠覆了传统高贵材质观念。通常越是贵金属越适合用在高级腕表上吧，钢不入流，钛跟钢一样 low， 碳纤维什么破玩意儿。然而在做三问腕表的时候，人们发现最大声的表壳材质居然是它钛和钢。当然了，仍然有很多三问表是贵金属做的啊， K 金居多，铂金太黏，对声音传播的阻尼太大，所以不屑一顾。二，你必须从手腕上摘下腕表才能欣赏三问，因为担心人体会产生阻尼嘛，而且不方便接扩音器。但是百达翡丽5750把上面的内容再一次颠覆了，你就戴在手腕上，而且效果最理想。因为这款表最牛逼的地方在于，它甚至能利用皮肤来传导美妙的三问音。过去最恐怖的是用铂金做三问表的表壳，现在呢5750就是用铂金做的。三，你得戴劳保耳机听，以免造成听力损伤。啊，开玩笑啊！百达翡丽在发布5750的视频里，那三问的声音离好几米听得清晰饱满。想着一键三连啊！那么百达翡丽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他用了前面提到的4项专利，我用人话解读一下啊。前两个专利就是把单纯的音簧震动产生的声波变成音簧传到音叉，音叉驱动蓝宝石镜片共振。说的形象一点啊，就是留声机的原理。早期的留声机就是唱针的震动传到音膜，再通过喇叭发出声音的。百达翡丽让音叉杆跟音簧连接，震动传到音叉上，音叉的另一头就像喇叭的驱动器，推动喇叭膜发声。而这个喇叭膜呢，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蓝宝石镜片了。你得是 HiFi 发烧友才容易理解这个啊，这个 WiFi 不行，必须给 HiFi。
而之前绝大多数三分表都是利用音簧、音锤、表壳这个传播路径的，敲出来的声音嘛，只能靠穿过表壳才能释放出来。这就是腕表三问的声音比怀表三问小得多的原因。后面这两个专利，一个说的是铂金音锤，一个说的是单音簧共面结构。传统三问的音锤一般是钢的，这东西比较坚硬，敲击铿锵有力，就怕不够响。现在换成了铂金音锤，你猜怎么着？声音反而更加饱满了。再说音簧共面，这个双音簧共面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节省了一层宝贵的空间。待会儿咱们说说5750的厚度你就明白了啊。5750用了其他制表师想都不敢想的铂金，其实很简单，声音的传递不再靠表壳共振了，你爱用什么金属用什么金属。但是这个铂金表壳材质又给负责做表壳的工匠带来了难题，这个我们后面讲。5750限量15枚，如果拿出一块拍卖的话，价格不会低于蒂芙尼蓝的那块鹦鹉螺。唯一的问题是，谁会拿出来拍呢？5750的4项专利颠覆了我们发烧友对三分表的认知啊！但是我告诉你，爱迪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灯泡的人，他只是实现了商业化。那么，如果百达翡丽是爱迪生的话，谁是第一个发明灯泡的人呢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，一键三连，留言互动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，下期见。